14号深夜，我乘红眼航班由首都机场出发，第二天凌晨抵达兰州，后转乘火车于5号到达西宁。我住了位于文庙的塔顶青年旅行社，欣喜是对我一介老夫独身单车出行的兴趣，我被几位驴友采访，这也恰是我即将出征前想说的几句话。老大哥，我在路上无论是走滇藏、川藏，还是遇到很多，就是说无论是骑自行车啊、走路的，我发觉你是就是说年纪最大的一个，最老一个。对，然后我感觉特让我们佩服一个人，然后像个独行侠，游行于天地之间。我想问一下你接下来的行程是怎么走啊？我这次是就是从西宁到兰州，兰州到中宁，就往上走到银川，从银川再往北进入毛乌素、库布齐，经过沙漠，然后到包头、喇嘛湾、准格尔，然后开始往下走，就是山西和陕西交界的地方，壶口，著名的壶口瀑布就在那边，然后一直走到枫林渡，这武侠小说里边的当地的地名，最终到就是华山，就是梦园洛阳，古都洛阳就截止，正好是这样一个几字形，是黄河的中上游。哎，我是听说你是40年前也是在这边是修这个铁路。40年前我不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的那些战友，现在基本上都到这儿了。当时是修的是湘渝线，就在中国腹地，就是湖北到陕南到重庆，然后修完以后呢，73年他们就我们很小嘛，才20岁，所以就回城了，工作呀什么。而那些军人呢，就全部转到青藏了，就转到格尔木，驻扎在格尔木。我记得20多年以后，我在兰州的去兰州的火车上遇到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一块聊的时候，发现他们就是当年跟我们带我们所谓那个接受工农兵在教育啊，是带我们队的军代表，也是在那个三线我们认识的。他们后来全部到这儿以后呢，铁道兵解散了，就地解散以后呢，他们的结婚生子。都是南方人很多，当时安徽人都停留在这边。对，就到格尔木，哎，那时候响应祖国的号召，所以只有集体到了格尔木以后，就开始解散了，这个兵种就解散了，铁道兵种就没有了，没有以后他们就地转业，成为地方铁道建设工程部队，工程队了。所以后来前几年是不是青藏铁路修好了，我才知道他们很多子女还是继承父业，子承父业还是坐铁路。哎，这都是一些人生的是吧，一些际遇。对，我们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感觉来讲，就是说像我们也见过很多人是一个人游走天地间，但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说这么一个年纪，然后放下身边的一切，然后这样子我们说自虐吧，然后来走这么一场一圈。对，我首先是对写作很感兴趣，然后呢，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才找着了记录人生这个目标，哎，或者说一个手段吧。所以我想利用余生这么多年，记录我们这个国家从这几年的发展和遇到的问题，而且我的重点也放在我比较熟悉的西北地区，哎，然后呢，去记录人间悲欢吧，哎，真实的记录。哎，所以跟我同龄的人，大家都是到国外、国内到处去旅游啊，不一样。因为我的兴趣全在那儿。至于说为什么一个人呢？说句老实话，我想不出来两个人能，效率可能低。就不说谁帮谁，谁体力好，不说谁拖谁的，不说谁拖累了谁。但是就算是一到一个点儿，大家一吃饭，吃完饭，然后这个就累了，就睡觉了，聊一会儿，什么也干不成了。我现在基本上出去全是。一到一个点儿，衣服的全是潮的嘛，蹬车子，立刻开始制作、写作、做视频等等，发完以后这才开始收拾、吃饭、洗什么之类的哈。行，所以为什么就老是一个人，觉得一个人很安排的很自如。那这一次的话是从家里出来的话是算是多少天了？这边啊，这次就是我是刚起步，刚起步，不像你们行程大对。我的车子是5天前发到西宁了，但是呢，没想到我今天来了还没领到车子，还没到，打电话咨询他们还在路上，所以我只好在这儿再将就两天，然后再修车子，修整车子，装配车子得花一天，然后往下走，走到洛阳，我是预计在12月5号左右，得4个月。4个月。哎，
我这个体力不能跟年轻人比，所以一天是额定的是多少里就是多少里。何况我到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谈话聊天，嗯，哎，所以有的地方一住就三四天，有这种可能。个别地方我就是一掠而过，像比如说内蒙古很多地方比较荒凉，就是骑车子了，哎，感受大自然，所以下来得我算计了一下，大概在18000到20000华里，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根据这个我推算出是4个月，而且根据以前我的经验，每年预计的都是基本上准确。哎，去年去襄樊到重庆襄邑县1400多公里。铁路线只有800多公里，但是我是沿着县公路走，所以绕了、路程不一样。哎，1400多公里，预计是2个月，最后我是1个月零18天到的，提前了几天来到的，然后最后就开车从重庆开回北京，是这样的，只能走单程，不可能再骑回来，是吧？哎，老大哥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玩这个户外这种？哦，我户外我很多年了，但是呢，那时候不是骑车子。一般就是到处就跑，就是搭车呀，各种车辆都用。但是从2007年开始我就骑车子了，最早还骑的是凤凰那个钢架车子，钢架车只有十几个速度，但是呢别的一无是处啊，就是一个钢架啊，沉，特别沉。后来那次完了以后走了7800多里才学会了，就是说车子一定要讲究，是，所以回去以后就精心研究，以后开始用捷安特，哎，开始用外边的车子，再加上装备，花了1900买的车子不算贵，但是装备就装了1000多，哎，轮胎就带了12条，上次带了22条，轮胎带那么多？对，我这说这个有的觉得奇怪，这是走内蒙古，因为这次要走内蒙古。内蒙古得到的一个经验，因为我几次被撂荒在那个沙漠或者草原上，然后前后不着调，没法修，因为我自己补可以，但是呢水没有，最后把白酒和矿泉水全用上，最后撒尿，要测它那个漏点，但是最关键还是来不及补，因为它有那个像狼牙棒一样那个籽儿，上面一圈刺儿，然后全长在公路边上。大汽车一过去就没有自行车道，农民全是骑的是牧民骑的是摩托车嘛，再就是步行，谁骑自行车呢？所以说我骑在那个路边上全是那沙子和那个趴在地上那个网状的那个籽儿，一扎一圈儿，在喇嘛湾我记得特别清楚，走到沙漠里往前走了16里路，最后只好往回走，扎满了，我一看20多个，最后往回走，这一走的时候是找不着车，硬是推了16里，推回到黄河大桥边上，又没有修自行车的，最后硬是人家那个修汽车的那个同情我，给我凑凑合合给装上了。装上以后呢，我就在那儿一下买了12条。他们说的是你在路上一旦坏，根本就别补，就来不及补，补一圈一会儿补一会儿补，干脆就不补了，就买袋，然后回到北京慢慢用嘛，前一个又补好慢慢用。哎，老大哥走了这么多年，也在西北这边。走了这个，其实这边对这边感触最深是什么东西？西北啊，对，在这边。西北，因为我生活在西北，所以是比较熟，应该是比较容易和人比较容易接近，和农民也是比较接近，感觉还是城乡的差别，新情况下的城乡差别是有的，因为90%以上的农民现在家里都有人在城市打工。哎，乡村里实行的是畜牧圈养和那个退耕还林，所以说整个长江以北11个省，基本上就没活可干，没农活可干。哎，农村你说是好事情吗？未必，所以大家基本上就全闲置下来了，缺乏生命力了，没有生产力了，缺乏生命力了，整个农村死气沉沉，靠在城里去挣点钱，回来贴补，国家补的钱。难道农民就是仅仅整个一个民族这么多人口啊，就靠国家补贴的钱就过上幸福日子了吗？他们现在丧失劳动能力了，自留地里种不了什么东西，然后搞经济又没有条件，所以他们就在家里打牌扑克，整个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衰竭。对，就从社会治安啊，社会问题啊这块的话都这方面我还没有深入了解，所以还感觉不出来，因为农村普遍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不像城市里，但是呢更深一步的就不太清楚了。我是想说的，他这个你想想，一个民族是靠着国家给一种好像似乎一种福利，它实际上是一种赔偿补偿，
用了你的地给你补偿钱，国家他没有自己没有生产的必要嘛，这样民族只能是衰亡啊。就是生活技能这一块的话，还是对，不是说他不会劳动了，他会劳动，但是关键没有什么外在的环境资料，他没必要了。然后呢，自己到山上种种树，养护养护，这就算完成任务了。所以整个就靠城里在打工挣点钱。所以国家在发展，在这个水土保持这方面一些所谓战略的规划的时候，忘记了这个民族的这个基因啊，文化基因的培养和维护和保留。所以是这样一来的话，很多农民就年轻人在家里就是看录像，小屋里看录像，没什么可干的，老年人打扑克、打牌，打麻将，就是这样。对，这样实际上是对民族有也是一个基因的，也是一个损害。这感觉就是几十年来，就是精神生活他们有没有一些，就物质生活可能是说有相对的一些进步啊，或怎么样子，但他们精神生活是怎么一个状态感觉？就包括一些信仰啊，他有没有一些这风俗的改变啊，这块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跟人的这个生活状况，劳动条件是密切关联的。所以现在很多农村里边他们已经顾不上去，你看很多我去的像毛苏沙漠那边一些农民，他们就全是靠的是。等待国家给补贴，然后补贴到地方以后，地方上又克扣，地方克扣以后拿不到多少钱，民怨很深，全在这上纠结着，就别的什么我就谈不上了，不能说深谈啊，因为了解的还是表皮，所以我这次的主题就是带着城里人看乡下，我的博客里是写的就是乡村与城与人。就是那个第一个语是我和你的意思，乡村和城，第二个是育人，就干沟语，这里之间的人。我们也很期待老大哥一路来那个继续深入的考察，得到的结果，也希望老大哥一路平安，然后开开心心，一路越来越精彩。谢谢你们的吉言，小兄弟，给我一开始启程就遇到你们俩，是吧？当然已经很开心了，是吧？对对对，很开心，大家。就这个坏了。